今嘛代志恁拢认知影，恁搁爱我才像之前安尼对恁轻声细碎。我一定要甲你离婚。等伊的身体状况较稳定以后，才当进行外观手术。我真正是足唔甘的。你敢知影，什么叫做心肝宝贝？你真正足体贴的。原来这爸母疼着婴儿，迄感情是偌尔伟大。你过来烦恼有头的代志啊！他不只做遐大出，都唔知要安怎收煞。以后咱两家会当互相体谅，互相斗相共。冰冻诶！哎呀，我拢穿这件衫来替你服务，你讲好无啊？哎呦，是啥物咧服务啦？你今仔日那穿这么水着，跟你平常时穿差迄时代路无同款哦。我只当你讲啦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我再讲，还是一枝会爬起来的花，你讲是不？啊，不过咱条件拢无讲好，是要怎离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条件啊？我跟你有腿已经无感情，无感情是要讲啥？你即马就强强的。你笑，你抢枪，我不会抢啦！是要靠人扛出来把劲，家己委屈不满，拢甲靠出来，安尼心情才较好啊！我惊你有托，若是有咱两人做伙的证据，找律师去拍离婚官司，那恁我有啥物立场去甲伊讲条件？我甘愿互人讲我无情啊！我嘛无希望你，搁为着感情的代志去受苦啊！是敢唔听我的话啊？啊，就莫怪我对你残忍嘛！莫拖线，心痛放乎去。门前歌，爱我讲出嘴，戆嘛是一字，唱嘛是一字。一滴滴